接下来我要讲这张图到底在看什么，听得懂啊？我是不是说我要讲那个各主要国家的一个消长？好，你看，当我现在哦，我们这张图里面是不是有分浅色跟深蓝色？当我一点上去，这个，这是在，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式报表，所以呢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这边没有做完，把它做完。记得字形一定要改成，你看原本的字形哦，是什么 D I N 对不对？D I N 它好像就是有些部分字的部分被切掉了，所以当你字形改成 a real break，它是不是就让你看到完整的那个文字内容？好，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讲，就是说现在。你在没有点任何的选项，也就是全选的状态，全部的一个资料表达，你可以看到它是长这个样子。可是因为它是一个互动式报表，所以呢，当你今天你点了这个2021年，那当然就是拿2021年的一个进口总计比例与什么与历年来比。历年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浅的颜色就是其他年的一个平均表现，对吧？好，那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2020年第一名是中国大陆，而且中国大陆的表现，它跟历年来比，它还是成长的。看得懂哦，请问你觉得这张图是不是可以让你更深入的来去写什么事情？写说中国大陆2021年对台湾进口依赖的情形，对吧？对，那请问一下，第二名日本下降。为什么？这是不是就值得我们来去思考？各位，我可不可以？你们一定要有这样被激，就是激发的一个回馈吧。就是例如说，哇，原来是这样想事情的，听得懂我在跟你们讲什么吗？好了。你不觉得这个日本它在降低耶？刚刚不是有人报道这件事吗？对吧？好了，那请问一下，第三名以后，你先把第一名好好的去报道出来，我觉得比较重要。谁在增加？而且增加最多的还是第一名，这叫碾压式成长。碾压式进口依赖，对吧？好了，你觉得知道这件事情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比。我说，记得分析，没有人在分析总数。刚刚你们看到都是总数，可是我现在在讲的是比例，在整个比例上面来说，它大幅成长了。它这边是成长了三个百分点。好。那相对的第二名成长的应该是他吧，对不对？这是南韩，南韩是从6.38到8.11%，那大概不到2%，可以吗？如果你讲成长的话，你会讲这两个国家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刚讲了几个特色了，我们要再继续分。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、第四组、第五组，这张图你还看到了什么？我刚刚已经讲过几个，你就不能讲喽。第一名是谁？中国大陆。第二名是南韩，这边成长，可以吗？请你不要
请你不要忘记了，这边就是在就是前几个主要进口依赖的国家，日本是负的成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讲完这件事，那第一组你们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？是我没有讲过的。什么的第二名？哦，衰退的第二名是美国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都没有要求你去想一件事情，为什么？听得懂吗？因为你不是那个单位，对吧？假设你是那个单位，你就要开始想哦，为什么美国之前那么好，现在衰退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好，第二组，哎，你们要不要？你可以也可以点2020啊，然后跟2021，就这样产生一个对比啊。第二组，来，你看到了什么？西南向和东协时，2016年之后，事实上在政府努力下，它也也逐渐的上升。嗯。我插花讲一件事情哦，三年前，不对，3年前，六年前，我们清一色就是。阳明大学去那个海外实习的话，一定是去美国或者是英国，而且肯定都是很好的单位实习，什么哈佛大学、那个剑桥大学，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哦？可是那个大概5、6年前开始。我们要去什么什么新南向政策，所以我们要去有机会去那个什么新加坡、那个印度，还有反正因为我没有去那边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就是我们就会讲说，哎，你在那边吃什么东西？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就是大家就会闲聊。好，那。因为我是去美国，所以说我就不太清楚新南向他们去什么地方。好，但是主要就是这些国家，它在2018、2019，它这个时候确实是有明显的成长。那其实你可以点一下，就是新南向的这18个国家，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慢慢成长的？然后东协十国，它也是。慢慢的成长，好，中国大陆它是慢慢成长，然后日本它是持平哦，感觉起来它是持平，事实上它已经在慢慢衰退，啊，不能再讲了，来，第三组，你看到什么？是，2014年，2014年的时候，它还是成长的。科威特，到底跟科威特买什么东西，可以到那个分析那个产品那个时候，你就要分析这件事了。然后2015年，它就开始下降。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，就是你的主管这时候他一定会问你那是什么产品，你觉得对不对？听得懂啊？好了，继续，刚刚介绍了主要国家消长，请问这样子回答你满意吗？你请问你可不可以掌握到每一个国家的消长了？可以哦。好，剩下的就是你要会去做那个简报，
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够的，所以继续，我只是把这张图缩小。可以哦，先把它缩小，因为你在分析的时候，你现在大概只知道了它的一个比例的改变，也就是消长。那我就想要去玩一件事情，好，现在10:42了，我们休息10分钟好。